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早。好，今天我们人虽然比较少，因为我们的青少期呢到新竹去宣导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人少，我们一样在这圣殿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一样可以大声宣誓说，我已得自由，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遮盖了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们要做一个全新的自己。现在请各位站起来，大声的宣誓，我已得自由。是一线天赋，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能使我拣选我，拆开主圣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园地。我宣告，我宣告。Wait.
神的爱，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自由歌唱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呼求你，我们真的是渴望你。主，你就像那个葡萄树，孩子们就像那个枝子一样，我们要时时刻刻与你相连接。我们更呼求神来翻转这个世代，我们更呼求神来翻转我们的教会。我们的青少年们，他们现在在新竹的圣经学院，他们参加生活营。主啊，求你的灵也与他们同在，充满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让他们真的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，为神来争取更多的果子。我们一起来唱《我深渴望》。大家坐下来，我们举起手来敬拜，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天父，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，让为奴的心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。时刻刻，愿你的教会，愿你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主啊，求你恢复我们与
都奉献在我们神的面前。好，那大家请坐下。